是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点点的交友空间，谢谢你。我不太清楚。好嘞。Oh my god！ 林达 ，YouTube，YouTube，YouTube。你啊，我是谁？多辉，可爱的人多辉。最可爱的多辉。傻眼呢，我大傻眼，因为我上半季可能好像没看过你一次，真的，因为我上半季只有三天班。怎么样？好了，明天见，晚安。我们一人一张大床，爽哦。嗨，全明星赛我们来了。认真的多会。嗨，好久不见。多会紧张吗？你帮我翻译一会。你会紧张吗？你会紧张吗？为什么要讲？我紧张。你会开心吗？真的开心。对谁的歌对最有印象？你兄弟的王朝来袭。他刚刚回答的是他最记得的。哦，最记得的。最难的也是明天要跳的开场。哦，兄弟的开场。哎，这次很可惜没有看到多辉可以跳炸裂。就是我们的那个世界名曲。哦，有这个人。哦，好烂。这真的也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最难的。等等见，拜拜。等等见。今日的同学带有睡好吗？有啊，很好。你可以教我一下林子豪吗？林子豪真的是我觉得最难的。我也觉得最难，我到现在练习没有一次跳对，就是。可是我现在还没醒来，我现在整个失忆。你之前有跳过吧？有啊，可是我每次就是记起来之后，然后又忘记。我要换一个。等一下，林子豪在哪？我认不出来，你认出来吗？可能吧，感情那么好，连大。哦，这应该是秀秀子。听到声音，他是谁？真真啊。Hello， 我是新朋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是 Jessie。Jessie。那你是谁？不是女神啦，没人错我，好没礼貌。不过你是李振华，李振华让他休息一下。多会没有狂晒，多会好猛哦，多会你不怕 hot 不是 hot 晒，是人体防晒，好白哦，怎么晒都还是这么白。我想回家，想回家晒哦。啊，你的外套嘞？外套？外套没有，没有外套。我不知道这里太阳这么大。耶！谁？彩排完大爆汗。我觉得还好哎。你还好？我还好哎。我找一个跟我大爆汗，你有大爆汗吗？我也还好哎。怎么讲？那你要找我才对。哦，对，找对。我怎么这样啦？大爆汗才吸完的。跟着两个。哦，球迷签名会 ，OK。每一次应援都下雨，就是我上班啦。辛苦了。小心，你这是可以一直随时拿着的吗？你知道当 YouTuber 多累了哈？当 YouTuber 多累了，就是这样子。跟林丹一起玩游戏的，请举手。是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点点的交友空间，谢谢你。来跳的是5、6、7、8，噔噔噔噔，不画，不画。你干嘛化妆？我当然要化。
化妆啊，因为我是专业的舞台剧演员啊。你上次不是有用凤梨？你用什么抓屁妆？自我介绍一下。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Juicy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崔。那这是什么频道？这是我的 YT， 我 YT。你的 YT， 那也可以帮我们。要不要来上温泉蛋？我没有。你要不要跟我？我没有，可以上温泉蛋吗？你可以，你那个水会直接满出来。直接烤。被冰清完，我想那一本好想要，好想要。哎呀呀，哪有那么笨呐、啊？还有哈哈哈，哈哈。左右没有左右，你太忙了吧？太忙了。然后呢？没有，我知道为什么了。我们手是打直的，然后他有点微微歪。奶奶，多会 ，Why？ 多会，微小，so cute，so cute。你帮我刚刚讲说，我今天原本要发信真的啊，我们今天原本要吃饭，没关系啊，没干，我要准备礼物。哦，中午准备了什么？真的。明后天拿给你。好嘞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感动。I love you, love you 多会。我爱你。Happy birthday！ 哎，谢谢。嗨。哎，谢谢，很需要。嗨 ，Hello Hello。嗨嗨嗨。刮刮刮！刮刮！刮刮刮！好短呢。掐死他！噔噔噔噔噔，姐姐开始。啊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，红啊哒啊哒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啊啊啊啊啊啊啊！小米，小米弟，小米弟，我小哥哥看我严格，一分好就好了。准备要回家，今天应该没有高铁了。拜拜拜拜。